美女失踪以后，家人拿照片给 police， 悬赏重金寻找美女，半个月过去了，毫无线索。家人再次来到派出所，家人问，不是说网络很强大吗？为什么我女儿一点线索都没有？ Police， 我们想问问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们家就没有她一张没被屁过的照片吗？